young man old hymns 能够拍摄成功咧，我觉得系好奇妙嘅恩典。我好乐意参与呢一个嘅摄制，就因为里面系令我想起妈妈，怀念妈妈点样藉着颂主圣歌嚟到走完佢一生嘅属灵嘅路程。当我遇见试炼在约，经过荆棘豺狼之脚，我有一个更美思想，就是主怀念我。另外一个原因咧，我就觉得呢啲歌咧，其实今日好多人都想唱，但冇乜机会唱，并且用一个新嘅演绎方式，唔单止系旧嘅人可以唱得开心。新的人都可以乐意去学习，原来我哋有啲咁宝贵嘅圣诗嘅传统喺度。所以无论受困多少，无论我乐散是苦恼，我已满足，因我知道主还是怀念我。主你是怀念我，主你是怀念我。